在这一边，它图16显示三个正方形，然后 QRSTUVWX 跟 SXYZ，然后它画在大小一样的正方格子上。正方形 QRST 的周长是32，QRST 的周长是32。QRST 的周长是32，你看我这边一二三四，然后这边也是一二三四，其实它总共有多少个呢？四四十六，它其实是它有16个边长。OK，它的那个周长呢有16个边长，然后它其实是32 cm，所以我知道一个的边长呢。是32除以16，然后其实是2 cm，所以我知道每一个小格子的长跟宽都是2 cm、2 cm。OK，好，它要你计算涂黑涂颜色部分的总面积，涂颜色部分的总面积的时候呢，OK，这个时候我看，你看这个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。跟下面这个三角形其实是一样大小的，然后其实我这些涂黑的三角形的大小全部都是一样的，对吗？全部都是一样的。然后总共有多少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。然后我找一个三角形的面积呢？我的这个三角形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它的这边两格，一格是2 cm，两格是4 cm。所以这一边也是 4 cm，所以我的这一个三角形呢，其实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三角形呢，它的那个底呢是 4 cm，它的高也是 4 cm，然后我们的面积是二分之一乘底乘高，所以我这一边约，所以它是每一个是 8 cm2，然后我这边有七个，所以七个涂黑的。三角形是7×8，然后8×7 56 cm², 所以答案是 D 56。